主料杨梅500克，辅料蜂蜜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准备杨梅一般需要稍稍硬点的，软的冰冻后或开始会糊，将杨梅放水中洗干净，沥干水分后装入保鲜袋中，放冰箱冷冻格冷冻一天以后，拿出冻好的杨梅装盘，吃的时候可以沾蜂蜜吃，特别凉爽。烹饪技巧，脾胃不好的人不宜多吃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